是的。差不多1小时4分左右的水平，还有最后的一段路，终点就在前方，何姐加油！是的，我们看四个人很有默契呀，对，在今天的这个全程当中，这四个人都是一直保持在一起，是的，而且有沟通，有交流，这样是不是也是选手之间的一种相互促进？是的，我们说积极的一种促进。哇，越跑越快啊！何洁在最后是完全冲刺了起来。我们来看看他最后的成绩啊！恭喜何洁获得了我们冠军啊！他最终的成绩应该是1小时03分。